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我比你更在意公司。你只是想要叶子身败名裂而已。沈哥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这么任性的对叶子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要不是花青撞见了高继林打电话，我们也不会找到司徒。花青有她的难处。 之前，他妈妈生病，急需一大笔手术费，是高继林帮的忙，到现在他妈妈还在病床上躺着。威胁、陷害，这不一直是高继林的惯用手段吗？好了，不提了，来，庆祝真相大白。高总啊，还没来公司呢。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还有脸来公司吗？太小看高总了，毕竟高家占了那么大股份，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。哎，喂，司徒都跟我说了，你居然敢背叛我！高总，你听我说。少废话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30分钟后把叶子给我带来地下停车场，听懂了吗？ 花青，你确定项链是掉这儿了吗？我找了一圈都没看到啊。是，就在停车场。叶子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肚子实在是太疼了，不然我就自己找了。你可是帮过我大忙的，就这么点小事儿算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叶子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 花青，你还在吗？叶子，对不起，你快跑吧！我项链没掉，是高总让我骗你去停车场的，你快走吧。你是叶子吗？ 叶子被绑架了，高继玲，叶子在哪儿？啊，叶子不见了吗？你少给我装蒜！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叶子在哪儿？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，还想见到叶子就来家里找我，我等你哦，申哥哥。叶子被绑架了，放开我！ 你们是什么人？高继玲，快把叶子给我交出来！来得真快，快把它签了吧。用申哥哥的股份来换叶子的安危，这笔买卖不亏吧？高继玲，你疯了吗？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哟，不想签？我还以为申哥哥多喜欢叶子呢，没想到他在你心中的分量也不过如此嘛。 应该就是这个旧工厂，这里早就荒废了，应该就在那儿。你赶紧报警，我先去那里救叶子。 叶子，等等。你当我傻呢？你就是一打工的，骗谁呢？啊？我说只是个打工的，轮得到被你们绑架吗？实话告诉你。 我是环澳集团未来的董事长夫人，不跟我交易，你的一分钱都拿不到。高继林的账户早就被冻结了，他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你们。我现在就可以把我男朋友电话给你，你现在打给他，他一定马上转账，而且比高继林多3倍。哼，我要是把电话给你，你找人救你怎么了？不信的话，你们去找人调查高继林的账户。 看他能不能给你一分钱。我们俩慢慢把钱收回来，要是有什么变化，去。
签了这份合同，我保证叶子活生生的回来。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？我只不过是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罢了。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想把所有是什么结局都没关系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我们彼此的约定，我相信。